这个小云有点意思啊，表面上可怜兮兮的，其实说话句句都是滴水不漏的。我觉得挺不容易的，一个女人做那么多事情，就是为了她的男人。可是你不觉得奇怪吗？打进门起，我们可没有说过一句怀疑香槟的话，所有的话都是她主动抛出来的。 一个一个一个，就连传票这样的不在场证明都是他主动说的。他这么做，我反倒怀疑他是故意的。故意？他为什么要故意呢？喂。 哦，您稍等，大小姐，您的电话。你不知道母亲身体不好，有休养吗？干什么大呼小叫的？谁呀？是一个男人。喂。你要是还是不让我见小溪，那我只好登门拜访了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疯了吗？ 最近应该没什么事情，人也安静了很多。我每天都检查他的手臂，没有发现新的针孔，那就好。你很关心他呀？是你很担心他吧？你不是跟他很好吗？里面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好像跟小溪有关。嗨，他的事儿我才懒得管呢。行，我先甩了。 沈太太，您放心，我们会对方大小姐进行24小时的贴身保护。您的意思是？我不想太张扬。啊，明白明白，这样子，沈太太您放心。那就有劳了。我这就去安排。 我真的很害怕，怕他会把小溪带走。 别怕，没事的。不是我不想跟他好好过日子，当时我怀着小溪的时候，他竟然背着我在外面有女人。我离开他难道不对吗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为什么他还是阴魂不散呢？你别怕，有我在呢。小溪是我们沈家的人。 没有人可以把他带走，真的吗？谢谢母亲。这些日子里里外外都由你来操持，辛苦你了。没事的。 其实，要是雨山在的话，能够帮得上很多忙。不如让他回到方城来吧。不要，他犯了错，还没得到教训。要是让他回方城来帮忙，他还以为没有他不行，他的尾巴肯定翘到天上去。不要，好了，不要再提了。 小雨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我开始习惯了这样给你写信的日子。虽然现在你时常就在眼前，我却总觉得你离得很远。
去做噩梦了？我梦到林哥了，他在梦里一声一声的叫我姐姐，他的声音就像钢丝一样，累得我快窒息了。我们究竟还要等到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才能找到真正的凶手？若锦，你要相信我，这件事情已经不是我们最初想象的那么简单了。他不仅仅是杀人，更可怕的是凶手背后的目的。坦白讲，我已经有一点端倪了，但是你要给我时间。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。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很难，但是你必须这么做。昨天我在沈家偷听到一些事情，我好像是向明给方如芷打的电话，说了关于小溪的事情。你内疚吗？就这样让小溪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去见他的父亲？有一点点，但是看小溪的反应，小明好像没有认他。其实小明才是最可怜的人，自己的亲生女儿明明就在面前，但只能这样看着，什么都不能说。这种感觉我明白。你看你，每天扛着复仇的旗帜，口号喊得比谁都响亮，可你根本就不是那种人。你这么善良，哎，这种哄女孩的招数对你的方琦去。我警告你，我可是付了钱的，你必须早一点给我结果。是，老板。啊，那个，你的信我帮你弄好了。真的没有咒吗？没有。你好，再睡一会儿吧，我出去办点事情，马上回来。今天是来讲和的，千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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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再抢下来。好，韩文亮最帅最帅最最帅，韩文亮最帅最帅最最帅。文亮最帅最帅最最帅，我知道。
定太多，丝绸就只要了400匹，一匹是5.2元，400匹就是2800，比给方辰的都还少3毛呢。玉山，怎么了？你自己看看。点的，阿志哥，怎么回事？我签的时候明明有一个点的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不知道吗？合同上啊，凡是涉及金钱以及金额的，包容大写。但是我哪知道啊？我是搞设计的，又不是搞财务的。没事。那您说怎么办？没事，这样，我们现在呢去找他们，也许他们弄错了呢。是吗？走吧，啊，走。韩亮这家伙，连帮你把湿掉的衣服换掉的尝试都没有，我根本就不指望他会给你做一顿像样的饭，所以，我随便做了几个菜尝尝。你这是怎么了？为了让我心里平衡一点，又去挑了次水啊？还说呢，韩亮这个变态，改了开门密语就不说了。这是什么烂糟的惩罚手段？我真碰上小偷了，别人不偷死他呀？味道还行吧。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探讨一下我们的专栏。放心吧，文章我已经写好了，一会儿给你。以后每周我会以邮寄的方式递到报社去，方便你查收。嗯，那太好了。除了专栏的事儿，还有一件事要跟你说，就是我今天来，无论如何都是要平心静气的跟你谈一谈的。林葛的事儿，我知道，我道歉也没有用，但是我还是要跟你道歉。我那天生那么大的气，确实太冲动也太不理智了。但是我生气是因为我一直都把你当成我最好的朋友，我最好的搭档，可是我没想到。到头来，却会被你利用。你就不打算解释点什么吗？你进沈家的事儿，你跟苏志文的事儿。如果你看到那些信，你就应该明白，我进沈家就是别有用心。我跟苏志文的关系，就是不清不楚。然后呢？没了。就这些，就这些。你到底是不是沈碧云当年丢了的那个女儿？你可以随便猜。也许对这件事情，你还有一些更加阴暗的，连你自己都没有办法相信的想法。没关系，也许那些就是真的。人的直觉从来不会凭空而生。我也不是什么好人，你不用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。
菜烧的挺好吃的，就是比韩文亮那个笨蛋强。我再多吃两个。你也不必心太重，也许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，我对于你的生活来说，也许根本都不算什么。你不是问我喜不喜欢你吗？我喜欢你。你看，我就说嘛，我早就知道你喜欢我。我不是开玩笑的。我知道啊。你不知道。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？我知道你不知道。绕口令很好玩吗？你不喜欢我吗？我到底哪儿不好？我知道你讨厌我催你稿，以后我不催了还不行吗？我知道很多沈家的事情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可以全部都写到淑女之家里。你什么都不需要为我做，我对你没有感觉。钱东平，你知道吗？有一种女孩是会被感动的，只要别人对她好，她就从了别人。但我恰恰是另外一种女孩，就是在我很困的时候，无论是浓咖啡还是浓茶，还是你用冷水洗脸，我都不会醒。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，我的体质对于外力来讲有多大的抵抗力。如果我喜欢你，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做，我还是会喜欢你。但如果我不喜欢你，做再多也是白费。不可能！你排戏呢，你还得搞一个情绪的爆发点啊。你的饭我也吃了，现在你可以回家了。秋叔怎么看得那么眼熟呢？因为方琦和方润叔都有一个，你果然是方国华的女儿。怎么，你和方国华的女儿指腹为婚了吗？我想帮你，你说话一定要那么刻薄吗？很喜欢是吗？送给你了。好啊。建东平。雨珊，我要回去找他们。哎，雨珊，雨珊，哎呀，雨珊，没事儿，也许他们今天放假呀，休息呢，咱们一起找他，好不？我刚一个小时之前就从他们那儿出来，这么快就放假了。算了，你别安慰我了，这次我是该了。那。找你大姐试试。如果他们真的忌惮沈家，就不会这么对我了。其实我觉得，那也没什么关系嘛，大不了我们把铺子抵给他，只要人还在，什么都有可能的。来，走，咱们去福利院看看孩子们，都想你了都。你现在很开心吗？雨珊，终于不用再经营店铺了，是吗？雨珊，你说什么呢？算了算了算了。别跟我解释，我知道。王琦，我们分手吧。雨珊，当初想开店的人是我，我知道你是不想让我不开心，是吗？我曾经一直在想，要是能想到的事情，就一定能做得到。我幻想着。我们俩能够像我的外公一样，
从一个小的店铺做成像沈家一样大的大财团，那个时候就不会有人再看不起你，也不会有人再反对我们在一起，是吗？对呀。我甚至也想过，你不喜欢那些应酬，没关系啊，我去。每个成功男人背后，没有一个默默奉献的女人。不过现在我是知道了，我把我自己想得太伟大了。其实我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不会，我不添乱就算好的了。雨山，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，你对我帮助很大，我发誓，我发誓。假，太假了，我就是被你们宠坏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才会自以为是。你看啊，我现在就连说自己缺点的时候，都不忘把责任推就给别人。我是真的没救了，王琦，我知道了。现在该消失的人是我。雨山，雨山，还不走？你回来了。刚才说的那些话，你不会都听到了吧？如果刚才我要是进来的话，东平会把我打死吧？所以我只好委屈自己，在门口多待一会儿了。那你刚才出去有什么线索吗？什么线索啊？家里茶叶没了，我刚才出去买茶叶了，你没发现吗？喂。好了，不要生气了。刚才我确实是去买茶叶了，但是我也去调查线索了。等消息确实之后，不会跟你分享的。我要的不只是分享，我要参与。你让我像现在这样等在这里，我真的等得很难受。好，好，好，参与。今天晚上就让你参与。哎，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你的身世愿意告诉我，却不愿意告诉东平呢？哦，你是不是喜欢他？不是。我跟你说，有些事情是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，只有我能看得出来。你肯定对他有好感。我真的对他没有感觉。再说，他是林格喜欢的人。林格在的时候，我不会跟他讲。林格不在了，我更不会跟他讲。哦，林格不在了，那不刚好了吗？就你们俩啊，没有人跟你抢了，你也不用跟别人抢了，就是你了。妈，你还知道回家？妈，
你能不能借我一点钱？借多少？52×400。为什么？王老六那帮人做人不老实，我被坑了。妈，你能不能帮我出面？我能怎么帮你出面呢？如果你肯，你可不可以争点气呀？这些日子你出了多少的事啊？还是你嫌家里的事情不够多？你可不可以帮我省省心啊？家里有什么事儿啊？就算家里有事儿，有大姐在啊，也用不着我操心啊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和那个男人在外面做生意吗？为什么我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？就是希望你能做出一点什么事业来。可是现在看来，你终究还是让我失望了。失望？妈，你对我有过希望吗？雨山，作为一个淑女，你没有好好的保护你的名声。作为一家店铺的老板，你做生意一塌糊涂。本来我想你还年轻，还有时间历练，可是妈妈已经老了，我还希望能够指望你，依靠你。可是现在你拿什么？拿什么能让我对你有信心呢？不是你柔之姐的手链吗？怎么上你这儿来了？哦，你认识啊？当然了。当年为了选这珠子，还是碧云委托我陪着国华一起去选的，都是上乘的南海白珍珠。你看，几乎每一颗一模一样，市面上是很难见着的。总共订了3串，每一串有13颗白珍珠，3×3=9，取长长久久的寓意。您的意思是，每一串上面都有13颗，对吧？是啊，你忘了，那天你沈阿姨从楼梯上摔下来，怀疑是踩着珠子了。于是，满屋子的首饰查了个遍，结果呢，柔枝和方琦的手链完好无损，又只有13颗呀，多一颗少一颗都不行的。哎，我可能知道黑虎是怎么死的。摔下楼梯的时候，
就有说珠子掉在地上的声音，后来我还让下人找过呢，却什么也没找到，原来是卡在黑虎的喉咙里。简先生，你没事吧？这不是大小姐珍珠手链上的珠子吗？每天戴在手上，怎么不认识了？刚才脏兮兮的，实在看不出来。还是张妈的眼力好，一眼就认出来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是说我偷了你的珠子，再栽赃给你？你不要血口喷人。你看，我只是随便说说，你又着急。别装可怜了。哎，东平少爷，怎么走啊？你说的今晚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确定是什么事情，关键我也不确定它会不会发生，但如果一旦发生了，就绝对是一件大事，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。怎么讲？就是直击案发现场。案发现场？也就是说现场杀人表演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还有人会死吗？谁啊？我也不希望这些事情发生，我会尽力的。你等我一下。干什么？取钱啊。我跟你一起。我跟你一起。好端端的，你取什么钱呀？搞得好像我不跟你吃不跟你喝似的。你现在是我的私家侦探，我是要付钱给你的。我要是不取点真金白银，我觉得你对我的态度有问题。不是，我怎么对你有问题了？敷衍。把这上面的钱都取出来。真阔气啊。好的，小姐，请稍等。我还没开价呢。我又不是付不起。哎，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你是不是在我身上装了跟踪器了？跟我出来！帮我把钱拿上，多少我心里有数，少分要你好看。那位小姐，我吧。啊，这个账号好像有点问题。你的手链上面少了一颗珠子。对啊。我帮你找到了。不是吧？你真的找到了？所以你就是吃定我怕脏，认为我一定不会做那样的事，对吧？这跟脏不脏没有关系，关键是你还专门跑去了一趟苏州，但是我也没有告诉你珠子掉在哪儿啊。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不是每件证据都可以销毁干净的。大小和质感真的一样，你真去苏州了？什么苏州啊？不是苏州，那是哪儿啊？你爱说不说，我还挺忙的。我心里为你辩解过很多次，我认为你只想隐藏你的身份或者别的什么事情。你只是想得到一个温暖的家而已，就这么简单。你是个好女儿，你热心肠，你心地好，但是我没有想到你怎么能做出那么可怕的事儿呢？我倒
倒想知道我做了什么。我来提醒你，你还记得黑虎？张妈的那只猫，不是已经？那你还记不记得，你把它的肚子拉开的时候，它的血溅到你手上的感觉？是说我杀了黑虎？那时候我还不在沈家呢。你表面上不在沈家，可是苏志文已经在了。你动动大脑想一想，我为什么要杀黑虎？杀了他对我一丁点的好处吗？我也想不通，所以我才来问你啊。我只知道这个珠子就是你缺的那颗。告诉我为什么？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你到底要对沈家做什么？我的珠子掉在了苏州，卡在了客栈的地板缝里。林哥也看到了，你可以。林哥不在了，你把责任都推到他身上没有问题。所以你已经认定我是凶手了，对吧？既然你心里已经有答案，你还来问我干嘛？你直接让警察抓我啊！刑讯逼供，在证词上签字不就完了吗？你知道我，你不可能什么？别在我这儿炫耀你那些伟大的爱情了，简东平。你以为你一直在帮我，对我好是吗？你知道爱情包含什么吗？爱情包含信任、宽容、慈悲和怜爱。你对我信任吗？你对我宽容过吗，简东平？得了吧你！你干什么？周瑾的珠子掉在了苏州的客栈，你当时拿着工具还帮他去找，你忘了吗？什么东西掉地板里了？我找老板借了工具。沈碧云摔下楼梯的时候，是听到了珠子的声音，但是当时家里没有周瑾，也没有苏志文。那这个珠子是谁的？这才是你应该好好想一想的问题。我们走。怎么样了？我那边一切正常，他只是放了几句狠话，不敢怎么样。那就好。今天的报纸，我找了半天都没找着，现在这些下人做事情，越来越不上心。母亲，是我把报纸收起来了。为什么？是不是雨山又在外面惹事了？其实雨山的脾气就是这样的。拿来吧。母亲，我觉得写这篇文章的记者一定是故意的，您看需不需要简叔叔出面？写得好，写得好。这文章啊，表面上是写雨山做事草率，其实啊，是说那帮商人无良。母亲，您看是我太大意了，我没有领会这篇文章的意思。